老鼠，你妈哪来的老鼠？老师就他妈老师，老鼠，妈老鼠是什么东西？上来一句老鼠，我看了一下，十个人里面确实没有老鼠。且随疾风前行，身后已是流星。全军出击！看到没？当时就说他们两句要抓你，我这个眼戳到这里了。他们两句要抓我是吧？不是，你看我这个眼，看到没？看到了。你放得很精神。夜王之路，短得超乎你的想象。这不操作有问题吗？啊！宝贝，蛇皮，脸红了，老子脸打红了，你妈呀！这英雄真的玩弄不懂，弄不懂，而且操作模式克我。我这晕他妈晕亚索！我错了。
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Open me! 他想杀我，救！我在下路啊。怎么没吹起来呀、啊、bug 了我惊了呀我这波问题在哪牛奶啊问题很大什么问题有没有助攻？别听我兵线，控一下。好。我操！啊，好烦！我这波单杀的呀，我操！无罪之人，方可安顺。哎。这女刀锋很怕我，你知道吗？她很怕我，这女刀锋，她打不过我，我对线能治她。女刀锋没闪。一二手需要一个峡谷先锋。爱奶哥，
这女刀锋对线打不过我，真的。这个人不猛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说。不是你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条件很简单，不合格。不简单。他没大，没闪，他没有任何。等他被动消。我有 T。我操！这女刀锋钻一十把，你妈十胜！这女刀锋打了十把女刀锋，他妈赢了十，赢了十把，百分百胜率。遇到我的亚索被我磕了。我亚索还可以啊，讲道理，我打这种女刀锋，对线其实还有点有模有样的。一到哈哈，我就可以接大，接不了。我知道坑过，我他妈一血塔没吃过来帮着你，你懂吗，马飞？这两者怎么说做兄弟？我对你的事情，你对我，咱俩。看一下我的 Q 1.33 秒，无敌了。不是，你还没听我讲条件呢。哎，不听已经他妈丢了，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他是，绝对不是。哎，你听一下嘛。啊，讲。我这把你玩个 EQ 闪，为什么？想帮你打这条 CF 的条件嘛，我不刷野帮你直接去打条件嘛。就我这把必须要玩一个 EQ 闪。对。OK 啊，没问题啊。牛奶想看我玩一个 EQ 闪，作为他帮我打峡谷先锋的代价，我可以秀给他看。我马上，我无尽，我需要一把无尽，可以秒人。帮忙把下打退了。
大小龙来了，哎，龙的100块给我，老板。想看 EQ 闪是吧？是不是想看 EQ 闪 ？OK。并不想看别人。尿尿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他们有没有可能很多人来干我？裂开。草他妈还真来干我、嗯、我就感觉这草丛里味道不对，妈是死亡的味道。我可以打牛气吗？有气有气，接不了啊！被泰坦那个他妈的平 A 给我定在原地了。但不影响我这把依然无敌。都还可以，那种装备。嗯哼，嗯哼，嗯。砍的大招我 W 怎么不能挡呀？啊！哎，泰坦的大招我怎么不能挡呀？我炸了！我知道是跟踪的呀，但是我记得他妈可以挡到，我裂开了。不要躺了，这边这个人，这边 AD 装备好好。我在线，你都打不过我。你们最难解做视野抱团。
我这打很快，德威士兰爵，快去去去，直接去打，直接去打，直接去打，直接开龙，直接去开龙，快快快快快！我操！哎，好可怜啊！可以踢啊！有没有 E？ 有没有 E？ 你有没有 E？ 打呀！为什么他打呀？一打哈哈就死了，打不了，没时间了。好啊，可以打，有我在，我打龙他妈秒杀。差点钱，气死他了，我无敌了。不行，还差钱，要吃蓝。无敌了呀，有血手了，无敌了。我七十秒之后可以给你表演一个闪。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。啊，这个蓝，这个蓝确实没办法呀，他什么血手很重要。可能就很难了。这波有血手没血手差太多了。我手里有风，谁敢靠近？怎么呀？他妈的接不到大呀！哎呀，这风墙感觉这那是假的，我操！接不了大呀，被他妈泰坦晕在原地了。还是那个倒钩把我勾住了，按不出来，他妈一直在按键盘都按烂了，阿杰都他妈要按骷髅皮了。哎呀，又开始喷了，我他妈厉害了，这把不行，说好的约我压死我，对吧？做好的不能喷这把，讲道理好不好？而且这一波团战我一定会有所作为。我将遵循此道，直至终结。能行了，
看这被单吃了，要马上。乱秀了。还挺紧的，这打野是中单啊，哎，这打野中了，哎呀。